市长可能请假参就是全力拼选战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感受到民党议员对我们韩市长深切的关心以及非常未雨绸缪的担心哦。基本上这所有他们所想象的情节目前并还没有目前具体的规划，那一旦有具体的规划的时候，真的有要请假的时候，一定会跟议员们报告，请他们先不用担心。所以目前市长到底有没有要请假或者是讨论到，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嘛？目前的确也还没有有具体的计划，那所以我才说他们担心的可能比较早，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一旦有具体的规划的时候，一定会跟议会报告。所以目前市长是已经十月访美是确定的，这个还没有在规划当中。那可以保证市长一定不会请假吗？我们可以保证你不会离婚吗？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就是说目前的确没有规划是非常明确的说法，那等到有一旦具体的规划的时候，一定会依照职责来跟议会做报告。所以不排除会有请假的。我目前没有具体的规划。